调好这高度先，先放下来，把气关掉，不要下来，像这样太高了，我给松掉这里，再往下来，摇到这瓶颈这个位置就好了。哦，要控制那个位置高度对，然后是。把它锁紧，嗯，就开气就好了。嗯。对，放这个它就可以了。嗯，还可以，有一点点。那一点点还能少一点吗？它这种射频率很小。嗯。